营第三天，然后现在飘着毛毛雨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大江户古董市集，希望到了那边雨可以再更小，小到可以不用撑伞的，或者是不要下雨。那等等带大家一起跟我逛大江户古董市集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大江户古董市集，可是现在雨还是在下，然后也没有比较少，重点是雨都下斜的，然后我的裤子有点觉得湿气了。好吧，一样就是尽量带大家看一下大江户古董市集。然后因为我下这台相机虽然有防水，但是装了麦克风跟开了孔，就是装了线的孔打开之后呢，可能就会比较危险，所以我就是尽量录给大家看啦。然后我一个人在附近逛逛。我要进去这里看看。这里的东西都超可爱的，卡片都超漂亮的。
吃。到新潮站买东西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晚一点要去东京。我的脚好酸哦。回到饭店了，然后在东京车站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今天的结尾在饭店，因为中间手太累了，没有时间拿相机出来。那咱就明天见啦，拜拜！嗨，今天早上的开始，然后已经有先去买一些东西了。我今天要去鬼子母神坛，然后刚刚去买了热的饮料，然后还有。今天中午要吃的东西，因为刚刚经过有看到还不错的日本便当，所以就决定买来吃。啊，那我们等等见啦。我们到了鬼子母神坛，然后刚刚。有好多鸽子，然后我们刚刚找地方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发现太多鸽子突然一瞬间围绕过来，然后我朋友就跑去旁边喂鸽子，然后我尽速的赶快把食物吃完，避免惊吓到。
就这样。再见，我们往下一个地方出发吧。然后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神社。走到车站的时候发现这里有护国寺，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事情啊。看到里面有在放松物格，然后就可以写一些拿出来过。好，今天好像都是各式的神社参拜。其实刚刚走上楼梯有点累，然后今天穿的这双鞋子其实也说不好走嘛，也还好，但是就是已经走了好几天，脚痛了。然后我们往下一个地方前进。又进来宝可梦的地方啦，然后这里有超多宝可梦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他出了杯子，可爱。超多皮卡丘。现在来到了明治神宫，还挺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走进去有没有很远？不知道这个收音能不能收到乌鸦的声音，但是这里好多乌鸦声哦，有听到吗？现在回到饭店啦，然后我到时候回去再把那个事前的，就是这几天求的事前再跟大家做分享，尤其今天去就是抽了超多事前的。那明天我们要去迪士尼，那到时候明天再跟大家一起去迪士尼玩，拜拜。